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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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请大家翻开讲义一百八十六页，我们看经文。舍利弗，若经者，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，比诸佛等。 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，而作誓言：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，难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，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中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 我们这个国土呢，叫做娑婆国土，也叫做娑婆世界。这个娑婆国土呢，也就是五浊恶世。那佛教这个时空观啊，是非常广大的啊，在无尽的虚空当中呢，有无尽的国土。这些国土呢，有会。 有净啊，所以有净土，有秽土。那净土呢，也有不同的呃清净的程度；那秽土当然也有不同的程度。我们所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啊，呃、它是于秽土，秽土里边有轻有重。娑婆世界的这个染物啊，秽恶染物是属于重的。那么在本。 国土之内呢，它这个，啊、呃，所以浊恶秽浊也有增食和减食，啊、呃，增食就是越来越严重，这、呃、个越来越污染啊、呃，越来越秽恶；减食呢，就是人民纯善，慢慢这个浊恶，啊，呃，也越来越轻。它往往都是物极必反。 一直增长增长，然后三节。像我们现在人寿一百岁，这人寿一百岁怎么来？从人寿八,八万岁，人寿八万岁一直降，一直降，减到人寿一百岁的。我们这个世界的人说：“哎呀，现在求一个长寿，活一百二十岁，就觉得长寿了，因、哎、为短命鬼呀，一百二十岁算什么啊？八万岁。那还有的世界呢，人的寿命往往都是多少节？你像这个法藏比丘当初发愿的时候，思维就五节。 对不对？你看这个《法华经》里边说啊，某某成佛，国名什么，杰名什么，人名寿命，有的、就是，据说都是多少节？一是我们才你看是一百多年，那就像石火电光一样，非常短。这一百多年还控制不了啊！再往下走呢，还越来越短，一直降啊！这释迦牟尼佛这一段，一般是一百年减一岁。 减到人寿三十岁的时候，啊、呃，这个时候呢就是饥馑，啊、呃，没有吃的，饿，全世界的粮食饥荒，饥馑。在减到人寿二十岁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疾病流行，啊，这种疾病是没法控制，没法没法这个治疗的，大瘟疫一样，在也不知道死多少。 在减到人寿十岁的时候呢，就是刀兵劫，刀兵，刀兵而起，在路上随便扎一根草就可以当刀叉了。人心非常的恶，非常厉害。所以这些啊，这就是这个是简洁，释迦牟尼佛现在出现这个事件，是五浊恶世里边增盛的时候，所以五浊增实，邪见盛。这个娑婆世界啊，在十方世界当中。 这么看起来，名声不太好啊，啊，是一个很染污的世界，是一个，所以一个不好的世界。嗯、呃，其他我们所讲的，看经中看的，多数都是诸佛的净土，可是娑婆世界呢，非常的环境啊，非常的恶劣，呃，众生呢，身心非常的卑劣。那我们昨天也引了佛，佛本行，佛本行集经。 我们可以把这些呢，这几条我们再来看一看。我们说，布世界什么状况？来比一比，这样一听我们感到很惭愧的。所以，如果在十方世界当中要要要推举的话，说布世界你是名声非常不好，人家从哪来的？哎呀，苏布世界来的，哎呀，那个鬼地方来的，啊，人家都看不起你，你苏布世界来的。现在讲一下那非洲那个难民的地方，好像那个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。 你上哪来了？哎呀，我是哪来的？哎呀，等等，哎呦，那地方好，啊，风景好啊,啊，那个环境什么都好。哎呀，鬼地方，不好。你娑布世界什么样的地方？看啊，这个娑布世界啊，秽土无一法行，众生是无一法行，唯行三恶。你看，没有一个是正法修行的，都行什么呢？行三毒，贪嗔。 贪欲、嗔恚、愚痴，具足十恶。他为什么不说忤逆呢？不说棒法呢？这个地方还没有什么佛佛菩萨出现，他就是就造十个罪，十个罪里面杀父杀母都有了。没佛菩萨出现，他绑法都绑不着，忤逆什么阿罗汉这都没有啊、嗯。他一开始都都都啊，佛菩萨没到这儿来，他就具足十恶。 违造恶业，又加一个为字，违行三啊三毒，违造恶业，无一善死无一法行，无一善死那用这用这几个词来形容，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愿于彼世界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要这个世界里面来显示成佛，你说这个难不难？所以很难啊，难事啊，在这个世界里边，怜悯众生，怜悯如是诸动诸众生故，说法教化。 作度利益，救护众生，这样的众生要救度啊，要保护，慈悲拔济，在这个世界的众生，他自己能够解脱吗？要把它拔出来，呃，充分显示靠他的救度，安置乐中。悲华经里面有一段，嗯，这一看也不好，这娑婆世界啊，这众生是一千四佛所放舍者，所谓众生厚重烦恼，专行恶业。 如是众生，诸佛世界所不容受；如是众生断诸善根，离善之时，常怀嗔惠，皆悉充满娑婆世界。昔是他方诸佛世界之所摈弃，以众业故。这段经文，可能有人读过，可能更多的人不了解。一看，这都是镜子我们娑婆世界这么差吗？ 一千四佛是什么呢？一千四佛就代表呢一切佛啊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，呃，过去贤这个庄严劫有一千佛出世，贤劫也有千佛。现在呢，释迦牟尼佛之前有四尊佛，贤劫，他释迦牟尼佛呢是第五尊佛。那我们现在遗留下的众生是一千四佛所放舍者，这一千四佛成佛了，都没救度了，都把你放弃了。哎，这是恶也太重了。 如是众生，诸佛世界所不容受。这一千四佛都有成佛到各佛世界，你看你都没带去，不能容纳你，不能接受你，诸佛世界都不容受，被嫌被这个厌嫌。如是众生，当然不是说诸佛啊嫌弃我们，是我们专心恶业，厚重烦恼，业障深重。嗯，如是众生呢，断诸善根，离善之时，嗯，断善根之人。 远离善之时，常存恶之时，常怀嗔慧，内心啊嗔恨心特别深重。这样的众生，皆是充满娑婆世界。所以读到这个地方，想到说：哎呀，有的人现在在高喊口号，喊什么口号？要建设人间净土。这样的地方能建设人间净土啊？那真是，这就怪了。那怎么能建设了？这个这样的很恶劣的众生，昔是他方诸佛世界之所摒弃啊。 其他诸佛世界里面都不不容纳的，所以一先四佛所放舍者，诸佛世界所不容受，悉是他方诸佛世界之所摒弃，这不像扫垃圾一样嘛，给你倒出去了，以众业故。那《地藏经》里面呢也说，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起性刚强，难调难服，结恶习重。 玄处玄入，难调难伏，难以跟他说啊说法度度化，非常难以调伏。他的恶业烦恼习气特别重，从地狱呢刚出来，三号道刚出来，玄就是打个转儿，刚出来又进去了。这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众生的状况。那如果看这个，这讲正报众生，如果医报环境呢，啊，大家也能看得出来。 啊，这个你看，诸佛世界经常说地平如掌，这个地平为什么说如掌呢？那这个掌好像也不怎么平啊，只代表啊这个很柔软啊，很安全，呃，非常的这个很温馨。那我们这个苏婆世界啊，都是丘陵坑洼，这个地方不好住啊啊，这个海啸、地震、风灾、火灾，啊、呃，这个原子弹。 呃，这个疾病、瘟疫啊，沙漠，啊、呃，这个风化、沙漠化，哎，非常这个世界非常恶劣。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呃状况。那、啊、我们俗话说啊，“穷山恶水怎么样，不刁民啊。”娑婆世界出什么？出恶人呐、啊。对，在十方世界一比，我们这里是很差劲的。 大家还不要，所以这个眼光、眼界很短浅，在这个地球上还觉得像个雄赳赳、气昂昂的。嗯、大家到西方世界一比，哎呦，你哪地方来的？死不死街的？哎呦，呃，舍利弗尊者曾经那个也趁着佛的神通到他方净土去，结果呢，一落落到人家吃饭那个饭钵上面，在饭钵上面走路，因为他的饭钵很大，那饭钵。 呃，对你那个饭波多大？可能比铜江市还大，所以它那个饭波的沿啊，就是有八车道那么宽。释迦牟尼佛那个舍利不断走路，你说那个菩萨有多大？它的波都有那么大，波的那个沿都有八车道那么宽。你说那有多大的波？结果那那里面的菩萨很高啊，那个身形很高大的，一看，何方来的小虫那？子讲，他个小虫这么点点高，在我的波上面爬。那看我们不就吃饭碗，一个小虫在 何方小虫？那佛就说了：“你别小视此事，东方多少国土？释迦牟尼佛大上上首大弟子舍利弗，哈，舍这弗是吧？舍利弗，你就不要谦虚了。舍利弗，呼，马上现神通，也也跟他一样高大哟。也是，也要看你个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身心很卑劣，个子也比人家矮，所以娑婆世界众生那个智慧，啊、呃，这个。” 身心，呃，功德，跟他方世界一比，就是灾区，啊，就是一个啊很不好的地方，嗯、呃，人家都摇头都不敢来的地方。只有释迦牟尼佛啊，可怜我们，慈悲我们，所以来到这个世界，而是当我们人寿一百岁的时候来救我们。所以我们现在，所以现在想起来，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时代还是非常近的，啊，才灭度两千多年。 因为是佛讲话，往往一讲都是多少劫啊，这才两千多年，所以他们能够在这里出家，穿上这个袈裟，剃头，还能见到三宝，还能闻到这句名号，哎呀，这真是拜托释迦牟尼佛的恩德。所以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本师来娑婆世界成佛，你想闻这个法门啊，你门都没有，你耳朵你怎么能闻到这个法门？所以我们遇到这个名号，那是释迦牟尼佛。 来此五洲五州恶世火宅当中，特别救度我们，告诉我们这个，所以要宝贵，不要以为无所谓啊！听听，哎，不就拿阿弥陀几个字吗？这是不得了。我们俗话说呢，福地福人居啊，福人居福地，就看风水呀、啊。看风水，如果住大菩萨一看，哎，说不实现那个地方别去，那个、风水不好啊，这个不是福地。 居的也不是福人，都是造恶众生，所以是正报这个身心啊是相互影响的。因为是五浊恶世的众生，所以感现的这样娑婆秽染的国土；而在娑婆秽染国土里，国土当中所居住的众生，也饱尝着娑婆世界的无限的身心的苦恼，所以这是个苦恼的世界，痛苦的世界。 这五浊是是哪五浊呢？就是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啊。我们先讲浊字，浊啊，浊就是不清净啊。它的反义词就是清。它的本意呢，就是水中投了泥啊，在水里边啊，把泥放进去，这水怎么样？ 那、啊、不就浊了吗？浑水像黄河就浊浊染，所以浊浪滚滚，浊浪滔天。把泥放的越多，它就成泥浆了。啊，就是这个是浊的意思。那么浊呢，它有四种象，当然也可以讲的更多。第一就是不清净，第二就是不透明，第三就是有挚爱。 它它流不动，它这这拖拖拉拉，黏腻的很，粘住啊，不那么流动，就是挚爱的牵挂，挚爱。第四呢，就是染物啊，你碰到它就染污住了，脏脏的很。这浊就是这四种浊。那如果就我们佛法来说呢，是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们众生的佛性啊。 就如同净水一样，上善若水。这个佛性的清净的，就像清净的清净水一样，它是清净的，啊，它是透明的，它是灵动的，没有任何挚爱的，没有任何染物的，啊，这是我们佛性的本来状态，佛性。 啊，这个佛性之水是非常清净的，但是呢，这个佛碎清净水当中投入了众生邪见的泥，啊，把你这个邪见的泥投进去以后，你不就染污了吗？这叫这就成了浊浊染，啊，所以我们我们来看这个这个邪见有很多，最重要就是我见，啊，邪就是呃不正了。 那么这几种呢，就佛法来说，第一个不清净，不清净，不清净，不清静其实我们都很难理解，因为我们本来就在这个很染污的世界当中。你说，所以酒如泡鱼之肆啊，不闻其臭；酒在五浊恶世，你不知其浊，不知道什么叫清净不清净。 这个对我们是很陌生的啊，我们也只是一句佛经来讲。所以你佛法熏习的深了以后，你会渐渐感受到，这个整个世界是不清净的，不净。所以不净就是颠倒啊，无我认为有我，无常认为有常，以苦为乐，这个都、就是这个都是不清净的。你只要有我，就是不清净的。简单这么一句话，谁能自无我才清净。 我们谁能做到？谁能做到无我了？你比如说一些简单的一个事情，你比如说这个事情哈，呃，我们举一举一个极端的例子，街上这一部车啊，很好豪华的车，上面呢突然呢给人家用那个铁钉画了一条线，你一看，哎呀，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感觉？这一念就是不清净。哎呀，这怎么、呃、好车弄这样？ 但是这个是亲的，这个好车如果是你的，那你不光是这一点喊，又很心疼，哎呀，这个子生气要骂人，那是非常不清净的。但是如果跟你不相关，我们不要说无我，就是我淡一点，跟我们远一点，你也就简单的看一看啊、哎，好，你心里面就比较放得下，就显得亲近一点。如果是你自己的，你看那烦恼很重的，不清净。小孩子生病了是别人的，哎呀，宝宝啊，你很可怜啊。讲完你就算了。 如果是你自家儿子，哇，那心里边呢非常的翻腾，这个就很不清净。所以有我就是不清净。那我们想，我们能够清净吗？啊，我见，在我见的泥投到佛性水里面去，不，佛性是无我的，佛性本来是无我的。可现在我们有了我了，那你就有了我，你就不会清净了，永远不能清净的。所以叫清净心，哪有清净心啊？本来无我，就是清净心，不透明，不透明就是。 我们讲不透明，就是你你说不知道嘛？他众生呢，他还能够以这个六根对六尘，还有六十，这六十他并不能够真实的认识世界。你说不认识呢？他还有所认识，就知见立知，哎，呃，蓝色、黄色、红色，啊、呃，这个色身相位触法。但是呢，他不能够透达万法本来的体性，就是空性。他不能认识到这个本质，他会执着这当中。 这就是不透明，好像知道，但是反的，就是它不能反光、回光返照，它都投射到外面去啊。佛性啊，向外奔逸，这就是不透明。我们讲不透明也不能理解啊，什么不是？什么叫不透明？窗户啊，玻璃窗啊，对，玻璃窗上面涨住了，有雾气，看不出去。早晨人睡得要醒不醒，醒不来啊，那种状态。 那我们对世界啊，你说不了解，好像还在搞科学研究，还在像外太外太空什么啊研究一大堆，好像还挺聪明一样。你说了解，它完全都是啊模糊的、不透明。那因为我们人就是整个来讲呢，我们是埋没在无名当中，所以佛罗说我们这样的众生啊是无名众生。可以讲对整个真理界来讲，我们都是黑暗的瞎子，只是对于我们现象界呢有部分的认识，而且是偏差的啊。比如我们看下这一片。 这片树叶是绿色的，那我们就会很执着的说，哦这是绿色的树叶。但是什么叫绿色呢？一个虫子看是不是也绿色呢？啊，一个红，因为是我们人的这个眼睛的感官，感官在、这个、感的这个光，这个光波的啊度，这个在这个范围之内，而且被你感受之后，被你的大脑所定义说这是绿色，其实都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啊。虫子红外线它看就不是这个。 但是我们会认定说一定是这样的，不就无明吗？啊，这也是错误的。挚爱，什么叫挚爱呢？挚爱就是，呃，有挂碍，有了我，你就有挂碍啊。有了我也无明不透明。人，你看有我，人有私心啊，眼不明啊。你任何事情有了我，你想要对这个世界有正确认识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这一切啊，我们都用拿这个我来分析它四种的浊染啊。 化爱、挚爱、挚爱，就是说你不管你走的心念到哪个地方，都连那个地方去。就刚才讲的，一看啊，这是绿色，你马上被外界这个呢绿色所连住了。听到声音，耳朵声音马上就奔出去了，就被这个声音呢连住了。啊，你不管见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六根对六尘，立立即就被这六尘呢连住了，很粘力的，挚爱的，就是不能滚动啊，不不能灵动，不像佛性它是不让，通达的，空性的。 他不会被这些所连连爱住的，他是透达过去。这个我们也很难理解，这有什么连连力的？我们这黄绿看了不就看了吗？我看完再过来看别的，看完绿看黄，看完黄看,看白，你感受不到，这是一种这是一种挚爱。当然，如果我们更啊、呃、这个极端一点讲，就说就是有我，你就有挂碍，患得患失啊，啊、呃、争权争利啊，这个你能感受得到哦，这个是挂碍啊。比如说这个。 跟自己关系很近的人突然生病了，你心里边很挂碍的。那如果无我的话，跟你没关系，不要。我刚刚说不说无我的淡的话，你都你心里边就没有挂碍啊，这是挚爱。那染物呢？染物就说，你有了我见，我们还是以我见来说。你不管想到什么，你起心动念，你走到哪个地方，都把那人染物住了。我们还说要亲近，那怎么可能啊？绝对不可能。 因为这个从我见当中就生出了三毒，有我就有贪欲我喜欢的贪欲；不喜欢的嗔恨；无我认为有我就是愚痴。所以这样我们的念头，不管你起心动念到哪个地方，所以说，阎浮地众生起心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这个不是冤枉我呢，各位。哎呀，地藏菩萨怎么这么讲话？没有冤枉你啊！你起心动念都是业，都是罪，因为这个都是染物，都是颠倒。 你都是贪嗔吃的，这个心跟你相应，就都,都是这一点。这个有我啊，所以这就是呃染物法。这个染物像什么呢？像我们一个黑馒头，你像那个矿工啊，搞煤的，手也不洗。然后呢，我们蒸了一屉非常好的白白嫩嫩的馒头，他手一抓，那什么样？上不都是黑手印吗？抓到哪里就黑到哪个地方。我们的心就像那个手，都是黑的，你抓哪个地方黑哪个地方。 所以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毒气，都、就是被我们心所毒的。所以这个浊，你要想一想，这个世界，你鼻孔还能出气吗？这是非常的浊的。所以，我们以后啊，我我我想要发明一个口罩，或者是一个叫做鼻孔罩，啊、嗯，上面用六字名号给它过滤上，就是打很细的鼻子一套，用六字名号过滤，不然你没法呼吸啊。因为这个世界非常的浊，这空气都很浊染的。跟别人讲话像。现在 心一下子过个滤，要才能安全一点。我们我们这个心啊，确实现在我们念佛了，这个心要有个过滤网啊，空气才能进去。只有这句这六字名号才能过滤到五浊，我们才能够透一口气。所以越学佛法，说你这个人你不学还好一点，你学了佛怎么格格不入？这个世界都没法待了，还不如在这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。所以学完佛之后，这个心啊就清净了，就活过来了。 啊，具有了灵敏度，你会对这个世界你感觉艳离。杰浊呢，它是一个总的啊，总的说法，由于后面的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和命浊所构成的这个长远的时间段，这个世界的总体的背景状况，就称为杰浊。这后面四种呢，见浊、烦恼浊是因，因为有见、写见、烦恼。 然后呢，引起我们众生的命是个苦命，命浊是果，果上的浊，见浊烦恼浊是因中的浊。那么众生浊呢，就承受这个因果的人浊啊，这四种这种关系，其中见浊呢是最根本的，见由见邪见的浊染，就生起了无尽的烦恼，这样的烦恼所构成的众生身心卑劣，叫众生浊。 这样的众生，他是一个卓然的生命，啊，苦恼的生命，没有尊严的生命，短命、苦命、恶命、痛苦的命，这个呢叫做命主，这是呃五种的关系。那我们先看建筑，建筑呢啊、呃，刚才说了一些，基本来讲就是邪见，这个邪见啊叫五历史，分成五种。 呃，这五种就是身见、边见、啊、见取见、戒取见和邪见。身见就是这个五蕴合合的身心无我执着有我啊，认为这就是我，我们谁能离开这个？不就我来我去嘛，这是身见。有了这个想法，马上就着染了。 本来佛性是无我的，没有这不没有这种固定的一种观念执着的认识，但是呢，他一念无明反起说啊，这个这是我，当下心就彻底的染污了，这个心就彻底染污了，颠倒了，无名了，不透明，挚爱了啊，痛苦了，这个就是那、这个身见，边见呢？边见就是对任何事情看法不能再中道，认为人死了。 或者说人死灯灭，或者人死了呢，这个灵魂不灭啊，常住啊，我我我怎么样？我到阴曹地府嗨，怎么怎么怎么样？这不就是叫常见断常二见，这是边见？还有我们对事情的看法都不能中道，有了无了，生啊灭啊，好了坏了，善了恶了，总是在这个两边，这都属于边见。谁能离开这个呢？离开了边界，你就证到中道实相了。所以我们不都是邪见众生吗？ 这个不都是染物吗？这就是浊。你说这个多浊，浊的你就是怎么都洗不干净，非常的浊染。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见取就是什么意思？他卑劣的，他低劣的认识，他自己认为很优胜，很超过人家，这样的更多了。啊、呃，天底下每一个众生都是这样，他自己在见解就是根本就人家看,看就很笑话，但是他呢很骄慢。哎呀，我这个。 就认为我最正确啊，最伟大啊，这就见取。你佛法跟他讲没有有因果，三世因果，他说没有，他认为他这种观点是天经地义，非常正确。他说人死了，佛法说人死了还六道轮回，他说人死了就如灯灭，他还认为他这个见解非常正确。他认为他这个无比的无比正确，非常的自豪啊！你知、啊、道，很多人对他见解感到非常的，好像天经地义的，我这个都很正确啊，见取。 什么叫戒取呢？戒取就是说立一些邪见，邪的这个借条啊！你看很多宗教里边一些这个，哎呀，简直是莫名其妙，认为这些这样做就可以升天啊，可以得到好的果报啊！有的持这个牛戒，有的持猪戒，有的持鸡戒，有的持,戒有的持狗戒啊，还有的哎，各种各样的。我讲印度的时候这个外道很多，外道灰身外道,外道啊，独角外道啊，那个怎么样？站那地方，一只脚站那地方。 嗯，站久了就可以升天，还有的就是杀猪啊，杀多少啊？还有像杀人，杀多少祭祭人，然后就可以升天啊？还有呢，就是那个裸体，裸体外道，不穿衣服，然后又回头来让，那那这样就可以升天了？这怎么可以升天呢？这都、就是啊，这个现在有很多一些地方的民俗这个习惯，非常的落后，非常丑陋，非常的。 根本就是毫无理由的，但是呢，它可以风行啊，就是对人的身心很摧残这些也成了一种戒律，这是邪见。你看很多啊。那么邪见呢，当然有难以举啊，难以列举啊。总的来讲，都这些还有不信因果。这世界信因果的人很少啊啊！好人，哎呀，好人没好报啊，老实人吃亏。 嗯，这个世界哪有因果报应啊？像这样都属于邪见，充斥着整个世界，这叫见浊。这种五种呢叫五力史，就这五种的见解的卓染啊，非常的猛烈。因为它是从这个理上来的，它从根本上就是它的理论基础，是一个人一个娑婆世界卓然，浊恶凡夫众生，他所谓安身立命，他在这个世界就靠这几只东西是他的这个叫理论基础。 从这个基础之上所升起的烦恼叫做五顿时啊，这叫烦恼浊。所以见浊跟烦恼浊比呢，见浊更根本。但是呢，他这个形象来讲，他还是自己的，还没有感觉那么样的恼恼，脑就是一种啊不稳定，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啊痴恼那那种感觉。他呢，哎呦，我认为有我，以、哎、我也没什么烦恼，他感觉不是很明显。但是由于这个呢，生发出去以后，他就感觉比较贪嗔痴慢疑。 这个就感觉很烦恼，因为贪心很重，他也感到很难啊。有的人贪色，他也知道这个不好，但是没办法解决，是不是很烦恼吗？有的呢就喜欢贪钱，他也知道不好啊，但是一看钱，他口水滋就掉下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再多少钱也不能满足他，他也知道不好。有的贪权啊，一直把他贪到牢里去，但是也也也改不了他的个病，所以这些啊，他也知道不好，没办法解决，因为我前面的武力是推动了他贪嗔。撑 痴慢疑叫五顿时，这个烦恼啊遍布我们的身心，这叫烦恼浊。浊然不浊然呢？非常的浊然啊，不是说在医院里边或者在垃圾场啊，或者在不干净的地方，最不干净的地方就是我们这身心，非常的浊然。那么这个建筑跟烦恼浊的关系啊，刚才说了，建筑还是更根本。打个比喻呢，建筑就像一块木块，但是这个木块呢还没发散。 一下投到这个水里边去，哇，这一发散开来了，那就是烦恼浊。你整个这个五力时在我们的心中一旦发散到我们的身心，经过我们的六根对外扩散，哎、哦、呀，整个弥漫全部都是黑乎乎的这个呃这个墨,墨汁一样，就是烦恼浊。这样的见着烦恼浊的众生能够不浊吗？你们说，所以这个人一个人，有的人一看就很浊。 有的人一看，哎，这个人比较亲近，那凭什么说他着实亲近呢？他这个内心里面慈柔，内心里面啊，他这个贪欲比较少，跟佛法比较相应。那么他坐那里就很安详，他说话他没那么多那些很很很腻很黏啊，那个很抓住摄取抓的那那种东西，他就是很淡淡的啊，像清风啊，清水淡风一样。那么你跟他在一块呢，一点不黏，你很放松。这个人一看就很亲近。 看面相，看心态，看神情。这个当然在佛法里面熏习，熏习久啊，会啊、呃、修养好啊，会有这种感受。那有的人一看就很浊，从眼神儿到那个脸，到他整个的身体状态，非常的浊。这样的众生，我们称为呢浊众生、浊恶众生。嗯，身心啊都是无量的浊染。那么想一想，这样的众生被见浊烦恼啊、邪见烦恼所。 充斥身心的众生，他的命能好吗？这叫命浊啊，命不能好。这个命就是苦命、恶命、短命、罪恶的命。所以命浊就是说你你的生命没有庄严，没有尊严，只有痛苦，充满了痛苦、扭曲、黑暗，没有希望啊，这个没有信心，没有喜乐。 有的都有痛苦，邪见扭曲，这个这个扭曲,扭曲，你看扭曲你，你看这个就像那个抹布搓的扭曲的很。其实我们的心都是扭曲的，当然他自以为呢啊、呃，这个很正正直,正直正直正见。你其实心早就像一个玻璃镜，如果要是平的话，它才能照见万物。这个玻璃镜都已经揉的，这怎么能看见东西啊？没办法看见，所以心都很扭曲很痛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苦命的孩子啊，你要念阿弥陀佛到极乐净土啊。” 我们都是苦命人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同病相怜，身心绝对的苦恼，多病啊、呃，染物，烦恼深重，这样的病，这样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？那么你如果这五种浊怎么办呢？放一个清净魔力宝珠，这个魔力宝珠往里一放，哎，这个浊水就干净了，也就这句六字名号。 这只六字名号往我们心中一放，来念阿弥陀佛，我们马上的生命就光辉起来了，生命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。一念具足大力，一念大力具足无上功德，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人中分头利花，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。你看，你这个命就不浊了，就是欢喜的生命，有尊严的生命，快乐的生命，信心的生命，无量寿的生命，自在安慰。 这种生命，你就在这个世界上走路，你就感到你很得气啊！你在世界上你觉得很光荣啊！所以这你就觉得生命从此改变，不就改变你了吗？那么这个众生呢，也不是众生浊了，因为我们是娑婆世界，已经是消耗了，极乐世界已经报道了，我们是极乐世界的成员之一，那就不叫众生浊了，那也不叫烦恼浊了，这无量烦恼不断自断，不断烦恼的涅盘分。 那也不叫见着了，我靠阿弥陀佛，种种邪见自然制服，啊，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做到无我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我是虚假的，我念你娑婆，就这样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才可以把这五浊都转过来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死定了。所以改这个五浊就要一个清净摩尼宝珠，啊，净水珠。哎呀，我们伟大的释迦摩尼佛啊，真是感恩感恩啊，想到我们本世的恩德。 在这五浊恶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这个释迦牟尼佛能为圣男稀有之事，有两件难事：一个就是在秽土成佛为难；一个就是在秽土成佛为众生说这个法门，那太难了啊！这个难度是无法想象的。 净土成佛就容易，秽土成佛就难。那为什么这样呢？啊，这也其实也很好理解。你比如说我们在东北，啊，这个黑土地上，你种一块苞米；还有你跑到新疆大沙漠或者甘肃的戈壁滩，也去种一块苞米。你说哪这两块田哪一个好收获啊？这两个能能比吗？ 到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，你怎么种怎么长丢下去就可以了，不用管。你说在沙地，在这个戈壁滩，在沙漠地里边，你要种一块苞米，你没办法收获。那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的娑婆世界等于就是戈壁滩，就是沙漠。要在这个地方要成佛，等于在这个地方要收要收庄稼，你多不容易。所以在这秽土成佛是非常困难的。但是呢，释迦牟尼佛居然在这个地方成了佛了。 为都好像在戈壁滩里边种出了这个很好的庄稼，这是不得了，这是难啊！在这里成佛，而且度众生啊，说这个围住众生，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这个难呢，也有两重：一个所说的法难信；第二呢。 这个法本身就很高。第二就是这个这个男性啊，是一切时间都男性之法，啊，连一切时间就包括求法界啊，到这个上根菩萨都男性。而这样男性的法呢，又是对五浊恶世这样的众生来说的。男性的法，如果对有智慧的人说，哎，慢慢他还还方便性一点；，又对五浊恶世这样的一个恶劣的无知的众生来说，那就显得更加男性。 我们说有啊，有重重的难。第一呢，就是对五浊恶世的恶人呢，说善法很难，因为五浊恶世之所以称为娑婆世界啊，他安于作恶，他喜欢作恶，他乐于作恶，惯于作恶，以恶为美，恶业庄严，他认为这个很好啊。你跟他讲善法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善。 这就是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本性就是这样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也不是一点不知道啊，东方知道一些啊，那是经过了圣人的教化，不然的话哪知道啊？都是造恶，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善，不了解，所以他也不喜欢善，也不求善。你要为五浊恶世众生讲这个善法是非常难的，因为他喜欢造恶，你讲恶法，哎呀，好好好，哎，这个他就高兴。你打比，就像你看这个我们。” 那世界上有很多犯罪团伙，我们就以这个来来比喻啊，犯罪团伙就是好像是，呃，这里面的恶人充满了这样的团体，啊，有些就是这个贩毒贩毒的团伙，你说这些人抢劫，他就靠这个为生，就以这个为乐，以这个为光荣，啊，我这个还为为骄傲。那么你到这个贩毒的团伙里边，还有。 呃，抢劫团伙里面，你跟他说：“哎，我给你学善法，你们学雷锋吧。”你叫他学雷锋能行吗？所以你跟他讲，没办法讲。他是为什么他这样？他被见浊、被武力时，还有烦恼浊，被这个见浊烦恼推动，他没有办法，身心不自在，他去做这些事情。好了，那么不断的教化，而、呃、慢慢有的人虽然说他不喜欢善法，但是他是痛苦，他不喜欢。人家说：“哦。” 这个如果行善法可以得乐果啊，造恶法呢受苦报。慢慢的可能要追求这个乐果啊，能信一些善法。信善法当中呢，世间善法相对还比较好讲，要讲出世善法那就很难讲。因为这些众生啊，他就是贪图五欲五浊是众生，你要讲说可以升天，你讲说对世间福报。 啊，你这个这个还可以。你看现在，你看不少人学佛，他哪是来学佛的，就是来贪图五欲的，就是要追求人天人天福报的。所以，如果讲人天善法，还有一部分人相信，相对还容易一些。要讲出世善法，说你要离开这个啊三界轮回，那他不能接受。那我就是还要在这里享受，不是很难吗？难到什么程度呢？难到就好像你跟一个苍蝇说：“苍蝇，你不要盯那个鱼。” 苍蝇就是喜欢叮腥味儿，你只要不盯鱼，当、嗯、不行。呜、呃，它又来了，是、啊、吧？你跟蜜蜂说啊，你跟这个蚂蚁说，蚂蚁，你不要喝，不要吃那个蜜。你看，你放点蜜放这地方，那蚂蚁它不知道从哪儿就来了。你你放这个台阶顶上，它底下楼下就能爬上来。它的鼻子它么没那么灵。你说蚂蚁小蚂蚁，你不要在这它把你黏住了，你走不了，你不要来、啊。那不行，我一定要来，是不是？还有像这个蛆，你说你不要在厕所粪坑里待，它它愿意吗？ 哎，我这个很好啊，很干净啊，他在里面啊，我不亦乐乎啊，供来供去，从上往下啊，还有飞蛾，让他不扑火就不行了。所以这个五五座式的凡夫，你让他不追求五欲，你让他要远离世间，就比这个还要难。比让苍蝇不沾腥味比让这个呃蚂蚁不不不吃糖啊，比让飞蛾不扑火还要难，是不容易的。这是第二重难。 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到这个地方。